一句熱但唔辛苦，令到天文台前台長林超英堅持唔開冷氣嘅習慣，再次引起大眾嘅討論。佢接受我哋專訪時就話，即使今年最熱嘅時候，仍然都冇開冷氣瞓覺。不過為咗照顧出世冇耐嘅孫女，佢喺夏天都有破戒開冷氣，但係佢就有一個慳電嘅嘆冷氣大法。我今個暑假咧已經其實四個月咧，就係、是、有日間有時會開呢個冷氣機係服侍我嘅孫女。咁啊，但係我就控制咗佢喺27度，同埋咧就係、有把風扇。咁咧就原來電費單電費原來嗰個電費單同電表咧，其實係感覺唔到我開冷氣機呢樣嘢嘅。所以我而家咧都可以幾大膽向大家推銷咧，開冷氣機校到佢27度。有本事教到28度添，咁你就加個風扇吹住咧。其實你原來係可以好慳電咁樣享受叫做係冷氣嘅空氣。啱啱嚟咗最新嗰張電費單咧，都係-7元。林清就話：27度係人體最舒適嘅温度，大眾將冷氣調到更低温度，即係習慣嘅問題。被問到點樣說服身邊嘅人唔開冷氣，佢就話自己尊重所有人嘅決定，唔會反對對方開冷氣，一切都順其自然，唔需要勉強。而近年佢喺氣候同埋身體問題上面總係語出驚人。對於有網民話佢係極端環保分子，佢就否認自己係環保人士。因為我對於環保呢兩個字我有啲意見嘅，仲解釋咗一輪環境環保嘅由來。咁你話你自己唔係環保？我係愛護自然人士，我唔係環保分子喎。即係我都唔敢講我屋企嘅所有嘢都好現代化嘅，所謂環保。但是我緊張的是這個自然界這個生態環境，你不要搞爛它，因為這個生態環境搞爛它，其他生物沒有定期，人到最後都沒有定期。今年香港經歷了世紀暴雨，整個城市一晚之間變成澤國。林超英就說，過去一年地球已經給了很多警告人類，好像是歐洲的旱災、美加地區火災不斷，全球氣候已經進入第二個狀態，以後的極端天氣只會變得更加極端。世界真的變了，大家要做事。咁好多人都話：哇！呢啲嘢全世界咁大，我哋點做啊？咁樣全球各地嘅人咧都做咗少少嘢，點知加埋70億個人咧，就變咗大件事。所以嗰個解決嘅方法咧，都係要有個 global solution， 即係話咧要全球本地各地啲人咧都要做少少嘢。咁所以我哋香港人係有理由要做嘢。佢鼓勵市民買一啲更耐用嘅產品同埋衣物。不要浪费地球资源，亦都可以减少碳排放，为气候变化问题出一分力。最后仲有个温馨提示俾大家，大家要心理准备咧，就系锻炼下唔怕热啦，因为将来会有个机会成个夏季都33度，咁你点过呢？嗰阵时真系唔知点过。